因为《论语》第一句话十二时辰其好，缺好而不长进，不想不起。后来我就知道我看到第一句是什么，这人来不及进步，不要长进。所以叫心态的话，叫学习，锻炼力，练手。太多抓，太抓往往不太久，越老师的力道越重，越想抓。知道，轻的时候还可以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为什么一直做到，我就想啊，因为你要压压住，就是我的整个都在承受提醒。你其实你自己也知道，所以他不管会怎么办，你就研究。如果不会有这种压力感，那你技巧又好，身心气力各方面好，然后都有给对方机会，至少至少的就好。或者你还有一个这边的选择，原来抓死的难。不抓时间长，抓时间更长的，其实就是没有抓时间。Thank you.